非常多謝兩位嘅星級演唱嘉賓嚇，黃子良先生同埋譚房芳小姐為我哋獻唱呢一曲《情滿桃花渡》噶。喺門口咧，見唔見到有好大張黃子良嘅相啊？黃子良遲啲開專場啊噃。咁啊，如果支持黃子良嘅朋友咧，歡迎大家去購票支持嚇，好嗎？好啊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咧繼續咧用另一個角度欣賞以下嘅曲目《梨花墜子》。大家都知道《梨花墜子》係我哋粵劇嘅古老排場之一噶。咁啊，其實咧《梨花墜子》，我哋其實要聽咧喺演唱會裏面咧，唔係常常都可以聽到欣賞到噶。啊，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裏面節目咧，經常聽到嘛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冇聽到咧，我下次播翻俾大家聽嚇。咁咧，咁啊，呢個唱片咧，我哋聽過就係麥炳榮同埋鳳凰女嘅錄音版本嚟嘅。今日咧呢個故事咧係講述薛英龍係因為佢犯咗軍法，咁咧受到佢嘅母親即係主帥范梨花咧召佢回營咧，要判佢嘅斬刑。咁啊，佢嘅父親薛丁山即係二帥啦，咁啊知道咧就非常之擔心個兒子啦，死啦！啊，我嘅兒子要受到軍法處理，咁點算咧？佢就非常之擔心，去到營前同范梨花咧見面咧，啊吹捧下佢個啊娘子啊，話佢以前有幾好幾威啊等等啊，希望佢咧從輕發落，可以判佢嘅仔咧嘅刑罪咧就低啲啦，就唔使斬刑咁慘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不如咧～故事就唔講啦，咁啊，不如交俾阮德文同埋咧余愛玲兩位星級演唱嘉賓為大家演繹啊！咁啊，為我哋演繹啊薛丁山嘅咧有啊粵劇名伶阮德文先生啦，同埋咧啊余愛玲咧為我哋飾演咧范梨花嘅一曲嘅《梨花墜子》送俾大家。
有住兵斩将领，心中暗淡惊。啊，闻说到梨花聚子要斩杀应龙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峨眉并非凶狠性，引领孩儿血洒幽冥。我匆匆的过柳营，快快到前营，却怕我言辞无理，令应龙好恨命丧倾。步未停，愿听抚慰暗梦影。夫人包斩花泪停，知得恐怕是将情情报战，我儿断送往事情，悲愁思量把记定。这是连债夫妻情，前斗二将叫一声，奔水言来听分明，你见包斩说一声，你说到二老元安睡，我要见谈迎你此幕高声啊啊！开边元帅，二老元帅到。
还手、哦、包拯进老爷请夫人请了使乜咁嬲啫？犯了些少令啫嘛，怎算犯啊严令？相爱痴心女，长命安心应。双仙女牛郎为爱情，跨着桥银河共照影。回头念往情，我阵前共你配双星夫人。记得寒光关前，你将本帅三擒三纵，逼我与夫人你成亲之事，咁又点啊？哎呀，老爷啊，过去之事你不提也罢啦。
撮合两夫妻，亦是阵里交兵，军法应当将你共我善丧倾，此天意是前人有罪招致，后可人认。自古皆严正，老爷你知道就好啦。唉，我知道。都犯严命，死刑啊应，斩杀以全诸将令啊。但系无视国法，都不外乎人啊情。哎呀，老爷啊！又唔系噶噃，大可以严加教训，都发落啊从轻。哎呀，都话唔得咯。点解咧？军令如山，已将死罪定啊！难道你是恨心不廉，无知情？夫人，佢年纪轻轻。觸犯軍規啫嘛，咁你咪將佢嚴加教訓咪得咯。哎呀，老爺啊！情分，谁过于你悲孤人？以前夫人无生养，收拾了应龙但千生，如今你身中坏了人，照但应龙他保是人啊，莫说道啊，奔水来万里，骂我何来？骂你嘛，我骂一声夫人，你是那个哭冷营啊。虽是匿心领，我与他亦有父子情啊。你苦苦逼我又知面，天知也罪孽。
啊凌炎黄呀傲明眼淡啊情啊啊是与半岁铺床叠被啊，债啊堪啊刑。嘿嘿，唐王赐我要求之恩。哦，哈哈哈哈。叫你官吏都满刑，重啊兵啊丁啊！唐王赐我天子剑，哈！谁个叫你满刑乱啊性啊刑？三生正谁怨谁为谁
你处斩啊处斩，应六儿真太绝情，一缕似父爱，甘心相伴啊，父子同路径。我决意受同啊刑，不肯见书你决意，愿望全同路径，我未因苦世亦丧命，相守我夫与你死相欠，不教儿爱父亲恩怨难从。你痴话当真？当真？果然，果然。哎呀，夫人再三受为夫一个传的令。为国用啊！